天天吃肉吃腻了，今天吃点好的，冰山熔岩。嗯，哦，拿错了，呵呵，冰山熔岩蛋糕啊，我替你们尝一尝好不好吃？有勺吗？有，这小勺送的真精致啊！来，我们这个没有熔岩啊，那放那烤箱里烤一下就行了。我从这里给你们敲，看着啊，哇，嗯，满满的巧克力，怎么样？这个巧克力感觉挺好的，黑巧克力，嗯，有一点苦的感觉，果仁特别甜，终于吃到真正的巧克力了，嗯，哇，这个小甜点真的值得你们尝试一下，真的很好吃，我都晕了，嗯，太 nice 了，太 nice 了。来来，您来一口，这一大口下去特别特别的满足，哇，过瘾过瘾过瘾，怎么能这么好吃？今天终于碰见一个我特别特别满意的食物了，值得你们推荐，冰山熔岩小蛋糕。嗯，好吃。